彩色布冧，布冧真正名称叫梨，它是由美国科学家将中国的梨子和澳洲梨杂交种植的品种。到目前为止，布冧已经有很多种颜色了，包括黑、红、青、黄等等颜色。布冧未成熟的时候，肉质一般都会较硬和带有明显的酸度，成熟之后肉质较松软，清甜多汁但轻微酸度。如果布冧未成熟，可以介绍顾客用袋包住，而且存放在室温催熟。相反，已经成熟的布冧放入雪柜亦都可以保存2至3日。拣选新鲜布冧秘诀是果肉要饱满，挺身有弹性，外皮颜色均匀，食用之前只要用清水洗干净就可以连皮食用的啦，真是食用方便又美味啊。